蓝洁瑛者，前香港无线电视台灯红女明星饰演。蓝天生励志，明眸如星，有两绝舞台山之美剧。虽与女掌门人钟慧敏一字愧不如敌，此舞台山非山西之舞台山，乃香港、商业、亚洲、无线、甲一五甲电视台所在之地，可谓明星如林，美女如云。蓝在此群芳云集织的出类拔萃，鹤立鸡群，足见其华容月貌，倾国倾城。蓝生于西元1963年4月廿7日，属兔，祖籍潮州。蓝童年颇为不幸，其生父重男轻女，父母多有举语，其父最抛弃母女，另寻新欢，其母无奈改嫁，就遇人不熟，继父嗜酒如命，对母女非打即骂，母女时常抱头痛哭。为谋生计，蓝家开有大排档，贩夫走卒常来光顾。五言会语时有耳闻，蓝年龄虽幼，性情刚烈。一日，一莽夫卸完其发辫，蓝颇为不悦，暴一粗口，力遭长官。蓝自此对粗俗男性抱有戒心，心理阴影终生未散。因家境贫寒，蓝为圆大学梦，放弃哲学改上无线训练班，于西元1984年毕业从艺，出演家有娇妻、宝珍林、真命天子等多部影视剧，其扮相风华绝代，其演技感人至深，一时风靡香港，万人仰慕。影帝刘德华、周润发、梁朝伟、周星驰皆与蓝合作，影视精品层出不穷。尤以商战剧《大时代》为甚，蓝出演苦命女子罗桂玲，其凄惨遭遇感动万千观众，荧屏前泪如雨下，首映十万人空巷，其影响至今记忆犹新。西元1995年，蓝出演《大话西游》，扮演梅艳芳的侄春三十娘，一时风靡中国大陆，其台词“桃花过处，寸草不生”一时成流行语，赚足人气。蓝为人孤傲，不喜拘束，作为明星难免眼高手低，因合约一争执及诸多诟病，遭公司多次雪藏。为此，蓝离香港赴台湾另谋发展，出演《半生缘》一事情，因相貌姣好，人气满满，遭同剧女星狄英嫉妒，多方找茬，甚至公然殴打，狄嚣张至极。事后上综艺节目侃侃其谈其悲惨蓝小腹之经过，台湾观众无不摇头侧目，批其人性全无。狄英之子宋安祖承继其母秉性，与美利坚国公然扬言即将血洗学堂，亦遭美国警方逮捕。锒铛入狱，不可谓报应不爽也。蓝情路坎坷，灯红之时，王孙公子追求者甚众，让蓝不为所动，一心寻找真爱，为此变相重生。首任男友邓姓，乡绅之子，家世显赫，于西元1986年莫名开煤气自枪。继任男友钟宝龙，香港知名 DJ， 于西元1989年9月1日机遇所堕楼自杀，年仅30，终因赌博债台高筑，不得不由蓝代偿。三任男友郑嘉诚，富商之子，与蓝相处甚欢，一度谈婚论嫁。据传郑强携蓝同赴南亚尼泊尔国，为婚姻祈福，同游者为蓝之闺蜜，不料闺蜜心怀叵测，竟买通喇嘛，对蓝施以降头邪术，抑制蓝性情大变，喜怒无常，正不堪其烦，与蓝分手，后另娶其闺蜜，防火防盗防闺蜜，成灾四爷。四任男友为外籍加拿大人，蓝常想远嫁北美，无奈洋人薄幸，不辞而别。蓝美艳如花，常遭登徒子觊觎，骚扰无日无之，不胜其烦，片场拍戏是有男演员乘机开油，猥亵其私密部位，蓝隐忍不发，事后暗自落泪。更有甚者，陆遇变态者当面袒露下体，吓得蓝化容失色，尖叫连连。更有影坛大佬垂询蓝之角色美貌，对蓝欲行潜规则，无奈蓝洁身自好，绝不屈就。蓝对媒体自曝曾遭两位影坛大佬强暴，一位邓光荣，已逝于西元2011年3月廿9日，邓肚脐出夜，事后得以冷笑，如饿狼一样，令其心惊胆战，终生难忘。二雷担心影坛之曾志磊曾与蓝为好友，
互有信任，是来遭公司雪藏，无戏可拍。曾让蓝富师承探班，蓝富于有诈，新来前往，入夜之时，曾酒醉潜入其房，公然施暴。蓝苦苦哀求，曾充耳不闻，尽情宣淫，如邪魔附体，自跪上身，势必曾扬长而去。蓝忍辱含羞，秋衣避孕，相传就此诞下一孩，不知所终。有好事者比对曾志伟之女曾宝仪，眉目间与蓝静有几分相似。香港本位黑道猖獗之地，影坛大佬多有背景，蓝衣弱小女子不敢报警，夜则噩梦缠绕，日则精神恍惚。蓝自觉无颜见人，多次割腕自杀，幸得好友发觉，将其救起，无奈祸不单行。西元1998年，蓝遭遇车祸，翻侧于潜水板道，伤及颅颈，祸及神经，送院后语无伦次，一度改送精神病院。出院后伤心离世，悲痛欲绝，自觉无依无靠，万念俱灰。蓝心中苦闷，度日如年，偶尔接戏聊以糊口。西元2004年，曾志伟接任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，连任四届，蓝渐渐无戏可拍，生活日渐拮据。娱乐圈里潜规则横行，女星上位，导演先睡，蓝冰心铁骨，誓不卖身，宁可捡垃圾，不受潜规则。因投资失败，蓝变卖豪宅，幸得圈内好友邱淑贞借的百万之资以解燃眉之急。蓝感恩图报，将邱母女相片置于包内，时刻铭记。蓝屡遭黑的威胁，未免连累好友及亲人，不得不屡屡搬迁住址，隐姓埋名，可恨狗仔队无处不在，如魅随行。肆意报道其落魄潦倒之状，因为港人茶余饭后之谈资，蓝无以聊生，宣告破产，沦为香港有史以来首位接受政府救济之明星。蓝罹患子宫肌瘤，无坚意志，不得不带病隐居，昔日风光无限，众星捧月，如今蓬头垢面，流落街头，形容枯槁宛如白发魔女，令人不胜唏嘘。港人将蓝与陈宝莲、洪朝峰、蔡芳华并称为四大癫王，言辞之间多有戏谑。然人间有爱，天地存情，大傻哥陈奎安面恶心善，多次为其反款买单。昔日好友刘德华等亦多发资助，大陆影迷更是伸出援手，助其重新振作，早归影坛。蓝告知好友杨曼丽欲复出拍摄中国版《飞越疯人院》，已告知世人，其为疯癫，为人害矣。西元2018年11月3日，雷姓好友发觉蓝暴毙于市中马坑村两马楼寓所内，享年55岁，死因成谜，结灵仙逝，天地同悲，亿万网友无不留下同情之泪。曾志伟之子曾国祥微博蓝死讯，力遭网友围攻。蓝之影迷提及曾志伟性侵，击台女星狄英飞踹蓝小腹之往事。曾志伟、狄英之流顿称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，曾狄两人微博瞬间沦陷，每日谩骂诅咒之声不绝于耳，网友自发抵制两人一切影视作品及代言，令二人脚裤不迭，更有一份网友欲绝邓光荣之墓以泄愤也。曾志伟为表清白，公开发表撇清干系，曾之女曾宝仪不堪强奸犯之女恶名，上电视为负名冤，声泪俱下，男收效甚为，知情者审效曰：公之德行，人尽皆知，非汝所为，更有何人？或爆料曾拍摄电影《安乐战场》，内有强暴戏份，女星于倩婉反应激烈，多有抗拒，曾经假戏真做，霸王上钩。在场人员无不切齿，痛骂曾底线全无，禽兽不如。新任演艺人协会会长古天乐侠肝义胆，未来操办后事。蓝之包姐蓝洁青多方寻觅方才现身，口罩蒙面，似有难言之隐。得气之运灵媒现身，蓝平时休憩之时已惊现黑蛇，常曰杨米，众人皆惊，或曰此乃复仇之兆。曾属蛇也，蓝衣言曰：好人有好报，恶人有恶报，若然为报，时辰未到。
是祝盛亚那天主堂蔚蓝所追思弥撒，各地粉丝齐聚于此蔚蓝送行，港星是与黑道压力多位出席，违章未见陈美琪、邓翠文、陶大宇等寥寥数人，粉丝激愤之情溢于言表，有勇者高举横幅大闹出来谢罪，是为来讨还公道。蓝之离世，其声势远超同期过世之李咏、金庸，不亚于当年送别翁美玲与张国荣，同情惋惜者无数，叹息红颜薄命，命运多舛。网友感叹香港人情冷漠，世态炎凉，耻笑港剧不过蠢屏幕之英雄，现实中无人敢出头挑战黑帮一类。成龙虽声名于外，不过心里是龙，现实是虫，记者追问真相，只好唯唯诺诺。入拉香港，竟无一人为一弱女子伸张正义，忍饥寂寞死去，此可悲也。更有网友发表强硬之言，香港也该打黑除恶，先拿矮冬瓜开刀。太史公曰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为大丈夫也，以此观之。蓝洁瑛真乃女中丈夫也，此女若生于古时，必天子下诏，宰相题词，名录列女传，树立贞洁牌坊，以昭万世也。蓝洁瑛人若其名，洁白无瑕，锦洁贞烈，如清流脱于浊世，如莲花出淤泥，尽显我华夏传统美德，为万人所敬仰，为史册所标炳，当下妈祖之力，册封为贞烈女神，彰其美名于亿万思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